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邓小平1989年见戈尔波乔夫的时候，他专门提了嘛，说沙俄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。据说当时戈尔巴乔夫是很紧张的。外东北地区，沙俄表示我来无上限的支持你，出兵把它占了。占了以后就当然就不走了。斯大林是还要策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，延续了一个瓜分中国的态势。海参崴的这个里面的华人居民基本上都杀光了。后来江泽民时代吧，基本上都承认了。现在俄罗斯的 GDP 啊，就是山东省的差不多。处处捉奸见肘，又陷入了战争。习近平他见普京，您说到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嘛？对，赖清德提出问题啊，就中共你为什么不向俄罗斯要领土啊？中国领土问题成了一个国际热点了。苏联解体和经济有关，但也和阿富汗战争有关。对，专制体制崩溃的时候呢，它很可能就会出现内部的分裂，国土呢可能就会丢失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